谢谢东西，回去准备送宝宝啦。好喝，然后买了 chia seed organic 的 chia seed， 然后我也买了黄梨，其实也有一整颗的黄梨，但是我懒惰切，所以我就买已经切好的黄梨。然后买了菠菜，其实我是想找比较小颗、比较嫩的菠菜，但是它只有这一种，但是也没关系，我可以拿去打粉。然后还买了 mixed berries 500 gram， 里面长这样。然后还买了一些苹果，苹果是李先生 order 的，还有小圆圆的 blueberries， 还有 seedless 的葡萄。因为今天太匆忙的关系，所以就只有这样。然后我还买了香蕉，两大串的香蕉，但是它还没有 ready。我通常会等到香蕉有一点点黑点才拿来吃或者拿去冷冻。香蕉有一点点的味道才会更甜，而且更有营养哦。我们就大概这样打开就可以了，因为如果我们开的越薄就越快干，快的话一个小时半可能就已经干了。你懒惰开的话，一堆这样子放下去让它烘也是可以的，但是你可能要烘个5-6个小时这样子才会完全干得彻底。大概就是这样，尽量铺薄它啦，但是也不用太过完美主义的。
因为越薄的话那个菠菜就会比较快干。不用预热烤箱的，你可以直接先放进去，然后才开始调温度。我一开始应该会先调个70，因为烤箱烤的话可能会不均匀，所以我们可以在中途倒转一下那个盘。现在已经烤了1小时20分钟，上面的比较干，下面的还需要。现在已经烤了2小时半，菠菜已经完全脱水了，可以轻轻用手来折断的状态就是已经完全脱水了。我们要注意的部分是这个部分，这个部分比较慢干，如果这个部分都已经完全脱水了，可以很容易的折断，就是已经好了。下面这里也是已经完全脱水了。因为我们要放进这个搅拌器里面磨成粉，所以需要稍微折断一下，稍微弄小一点。现在看起来好像茶叶的样子。出来就这么少而已。好漂亮的菠菜粉哦。这个菠菜粉冷藏保存的话应该可以保存差不多1个月这样子，如果没有时常用的话你可以冷冻保存，那就会保持干燥，就不用担心会回潮或不用担心会有结块的问题。基本上这种已经脱水打干的粉可以保存很久的，如果没有潮湿的话，如果你烘得够干的话其实冷藏就可以了。我现在已经准备好要去按摩，去做我的孕妇按摩了，等一下带你们去看一下我按摩的地方。自从我家做了这个秋千之后，小妍就多了一个好玩的东西，时常出来户外玩，荡秋千。然后我们大人就坐这里。我现在正在去按摩的途中，我整个孕期都是去 Kaizen 那边按摩的。 Kaizen 应该是现在目前在怡保唯一一间有做产前产后按摩，而且有做产后内外调理全面的服务。因为我们怀孕已经很辛苦了，如果可以找到有方式可以让自己没有那么辛苦的话，当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。我到了，这是我每一次都来做按摩的地方。Hello， 周三。
是产后调理丸，这个是帮助妈咪子宫修复的，服用四颗，然后早晚两颗。就这个我到时候带去月子中心。然后还有一个慢慢茶，这个慢慢茶是当你生了过后回到家然后服用的，这个是给妈咪痛乳腺的。说好云是妈咪回到月子中心啊，回到家就可以开始服用了。这个是防止进月子风的。这个永生的就是双药的，它的是。我还会拿一个汤包回去帮自己进补一下。这个就是必备的汤包咯，我们是这个真空包装的。还有这个不要紧，妈咪生了过后要喂哺乳，因为腰骨比较酸痛，所以补一补你的腰就没有这么酸痛了。到时候服用的时候再跟你们分享一下它的感觉如何。你们是怡宝的代理是吗？对，我们是怡宝的代理。所以如果你是住怡宝的话，你可以去 Kason 的 page 去 message 他们，或者他们的 Instagram 让他们，他们有卖的，或者你可以直接来到他们的地方直接购买都是可以。我们有现货的。但他们不只是有卖永生的东西啊，还有卖卫生棉。这个养生茶就是我一直介绍说，哎，很好喝，淡淡甜甜，你不用煲红枣水也可以喝的那个养生茶。还有妈妈汤包是拿来洗澡的，宝宝汤包也是洗澡的，不是喝的。Is it heavy? Yeah, it's quite heavy. Wow! Yes. 所以今天我会带这些东西回去准备送宝宝喽。